也不为过，我又不是完美的人，我应该对自己尽点责任。他是个杀手，是吧？一来我们就有共识，共识，对，也太巧了。你看，一分钟。因为我一直在想说，问你想拍什么，还可以就这个故事再去想什么。哎，就杀手好。哇，这个太好了！你终于可以当杀手了。哇，这窗有消音器。哇，这么重。差不多吗？嗯，差不多。你再看它。好，看看。来。这么好看，对啊。行。然后这个，这个一直变颜色。有。有吗？再快一点。再快一点。速度再快一点。再快，再快。那些纷争酿的沮丧，心里至少平衡。从此以后就比陌生还要陌生，面向温良才是逃避的绝。就是一对男女，就是在非常激情的时候，然后我冲进去把这女生杀掉。为什么要杀？因为这女生背叛，背叛这个男生。对，她背叛这个男生。好，恨这些背叛人。行，好，来准备，上攻。爱对自己尽点责任，从此以后，你是再不提起的人。这么帅是吧？只好这样。有比较好一点吗？有，很好啊，有那个很好啊。有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吧？真的，只顾漂亮。不会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漂亮很重要。已经都长，已经都长成了，成了，错，已经都长残了，就不要在意那么多了。哎呀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个不重要。对对对，不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也，但现在我觉得更有戏，又更不一样。累了，可以哦，好，来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对，这样侧面才好看呢。好。等一下，好，对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哇，都要贴着。对对对，因为镜头看起来还蛮远的，所以你真的要很近。有没有？镜头看起来还很远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，好 ，stand by， 开机。对。收获，勾起我们那些纷争，让那沮丧心里至少平衡。好，慢慢带到男生，男生靠近。看他的眼睛。
可以哦。修到了，我早。